么大。来到这边大部分都是那个来观光的，大部分的时候那个芒果到你手里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黄的，其实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有机会吃到的是青芒，懂吗？各位观众朋友，那必须要尝一尝青芒加加这个辣椒还有这个酱盐。一会儿见。这都是小碗吗？两碗大。哦哦，好香呀、啊！好香啊！有那个胡椒粉的那个香味。来，等下我们上菜。回家了，再配个油条面。这是新鲜的粽叶包的粽子，所以它外面是绿色的。提前过端午。哎，好特别哦！我没有吃过这种口味的。有好辣的辣椒。不。猪杂炒酸菜，试试海南的酸菜。香的，好吃吗？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踩雷。对，他们这两个脚，我就喜欢说他们两个脚，就是他们对的很扎，就直接抓住它嘛，然后就用这个手给它扒一下，好疼，就掰旁边那个头，它就出来了，是吧？往中间凹是吗？对，扒一下就出来了。那你脚都还留着吗？这脚要是扒的话，它就连肉一起带走、哦，所以我们一般剥的话就不剥脚。那怎么吃呢？就只能用嘴吃。要不我就留在这儿吧，再见。你们回去大城市吧，等着我给你们产地直销。